在吹起一根羽毛落地，我回忆里一滴往事弹起，雪那不低，一个注意丢弃，谁容不下一个痕迹擦去，梦重复起前头弯曲，同阳光里万箭穿心，说对不起你转身离去，我人群里想你，伤心是留给回忆的糖，让人总是忍不住想唱，明明嘴上说着不想，却总要回头望，思念是照进孤独的光，让人总是纠缠着过往，明明还已走向绝望，心却在为你流浪。我来看看你，行，小明，来了，正经者也来啊，玲玲，玲玲，这抓一下，呀，正经者，谢，你这报纸一登吧，政府啊，然后好多好心人都来看我们，送这么多东西，吃都吃不完，太好，坐，我都傻了，来，坐，小郭啊，我们行长可发话了啊，你们家全年的利息，全免了。啊！不会吧！行长下周还来你们家办公，不信你自己问。哎，记住，抓住这个时机，拒绝让贷款。啊！我肯定抓住机会。谢谢，谢谢小吕。哎，刹车机，在这吃饭。那个，我们先不忙。这样，我给你们全家拍张全家福啊。来吧，快！那个，回头写篇报道，那个还用得上。对，来。上报纸，那拍拍来，准备啊，来，看这样，一、二，下一个，三。写什么呢？优秀员工自荐表。切，我跑跑腿你就填上表了，真不要脸！哎，今天我们行长的大会上，整个一个月度，就只点名表扬了我一个人，真的，我放眼望去，绝对没有第二个。别吹啊，你这个评还没评下来呢。我用吹吗？我从小那可是想当状元就当状元的人。你呀，别一辈子高度就停留在状元上了。不要看我，这话是我爹说的。行，甭管谁说的吧，咱俩赶紧啊去拍个照片，把护照办了。办护照干嘛呀？我们行现在奖励这优秀员工啊，是出国旅游，7天吃喝拉撒睡全都包了，还能带一家属呢。快，哎，选个地儿，南半球、北半球，你可以随便挑。不是，能不能？跟你们领导商量，不去旅游了，这张照片可行。哎呦，看你这没出息的劲儿，你现在找的未来可是钻石王老五啊，以后我待遇多着呢。
估计以后让你出去玩，你都懒得去了。少骄傲，自己忘了自己当初怎么回事吧？啊，是谁上柜台丢了500块？那个难过，那个伤心啊！也不是我没提醒你啊，你呢，不要高兴得太早。你们行的那个徐文君、徐跳奶，我觉得他不够亲。行行，你能不跟我提他吗？哎，不过你提他，他也挺奇怪的。你说那走路、说话、上下左右随意窜动，哎，这也是一技术活吧？胸前这点料，我告诉你，谁都有。放在我这儿呢，就叫资源浪费；放人那儿呢，就叫盘活存量。不要嫉妒。哎呀，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你说你跟李保罗吧，那搭起来那么和谐。我跟这徐奶奶完全十三不靠，话都懒得说。没事儿她就愿意踩我一脚。就丐帮那事儿，如果不是她在后边使坏，能落她手里吗？你说你刚上柜台那500块钱丢的，会不会是她拿的呀？为了显示她这个中专生比你这个高材生还要能干优秀，会不会？你要这么说，那有可能。你以后防着他点，别再当冤大头。行，我防着点呢。小吕，这次评优，我觉得你推荐我比较合适。我已经推荐我自己了。要饭花的生意需要恒心、耐心加爱心，换作是你也是不行的。我们行就报我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哎，你俩刚听见了吗？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深意吧？你就按照他说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呗。这谁的意思啊？真摸不清楚，反正啊，他挨个都打招呼了。这么直接啊？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啊？我们还能怎么办呀？要让我们自荐的话，有他在，我们肯定是自荐不上呀。反正让我们推荐别人，我谁都不推荐。小李啊，这个我觉得吧，你各个方面表现都挺好的。你怎么不自我推荐呢？啊！哎，我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儿跟同事之间闹得不开心。而且就算我自荐了，那行里也不一定能选上我呀。小吕啊，这个自我推荐是咱们每个人的权利啊。你对自己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正确的评价吗？啊！再说了，咱们营业部推荐那个徐文君。那就是心甘情愿的拉低了咱们营业部的档次。好了，主任，就别送了。喂，你慢走啊。好嘞。吕方长，你什么人啊你？啊，表面上看起来老老实实的，没想到这么阴毒，背后插人刀子。你也不上称看看你自己啊！你有什么资格评优秀啊？徐文君，你什么意思啊？你装什么装啊？当着我面答应的好好的啊，转过脸就把表格塞到主任门缝里，你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吗？我告诉你，塞了也白塞。哼！下班刚塞的表格，啊，怎么现在就知道了？劣币驱逐良币，就是货币的法则呀。看来这个小徐同志的工作表现那是有目共睹的了。这个我们整个营业厅每一个人都基于他这种优秀的工作表现都主动让贤了啊。那我们今年的这个优秀
就报小徐了，啊。可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小徐同志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但是文字能力一般。如果网上报这个材料，我建议啊，我个人意见啊，要由我们的文科状元啊，小吕同志，帮着给润色一下，啊。毕竟这个小徐是我们营业部的人，他如果得了这个优秀，那也是我们整个营业部的光荣，对不对？听主任的意思，那要是徐文君得不了优秀的话，就是小吕的责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同事之间，对吧？就应该这个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对不对，小吕？别咬了，抓紧写，写完算了。哎呀，我一想到他那副嘴脸，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啊！气死我！我真的，我这恨不得在他那胸口给他一拳。你可不能跟你们老姚正一块阵地啊！我给你出个好主意，你呀，就把他想象成你，把你一分一分数钱的那些精力全按他脑袋上，你不把他写的可歌可泣，他有什么业绩啊？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他是评上了，这不挖我心头肉呢吗？他要评不上，你不是挖老姚的心头肉吗？我跟你说，你这次就落一个听话的好表现就行了，这样争取明年别再干江心岛了啊！听话。哎，雨晴，问你个问题呗，那大熊到底什么感受啊？哎呦，不，烦死，快写了。小李，我正找你呢。你不是都评上优秀员工了吗？还找我干嘛呀？让我陪你去马尔代夫。哪儿啊？人家找你是正事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我的工作得移交给你。我自己的工作都忙不过来呢，你找别人吧。丐帮得是你才行啊！这可不是我为难你啊，可是主任说的，除了你吕方程，没有更合适的人啦。那你什么时候走？下周一，周五之前回来。那我移交给你，你可得给我维护好，一个都不能少。奶奶，明天我就写一篇稿子，说你们徐跳奶一路靠不正当手段上位。对这个徐奶奶呀，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恬不知耻，而且一点规矩都没有，就跟那泰森打拳击比赛似的，那拳击比赛明明是用拳头，上来就用嘴咬人。算了，我还是另找门路吧，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啊。你躲他凭什么呀？你走了给他腾位子，再忍几年。等他结婚了，有了孩子了，你看他的胸，除了抖给他孩子看，抖给谁看呀？是个女人都要回归家庭的，你别笑，真的。我跟你说，我就不信了，他能靠这种办法一路混下去？切！我可等不到那时候，真的，没到那时候呢，我就已经被他活活气死了。而且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和空间的人，连语气都不同，我们俩想对话沟通点事儿，根本不可能。他那种谄媚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说。哎，你说我们领导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就会欣赏这种毫无素质的人呢？方程，这你就不懂了吧？领导既需要像你这样埋头拉车的纪晓岚，又需要那种溜须拍马的和珅。他一手抓业务，一手抓欢愉，否则领导坐车上多无聊多闷呐。你别叹气，我说是真的，我得说说你了。你说你都有业务傍身了，你不能再多说几句凑趣的话，让领导高兴高兴。我不会说，那你会做什么？实在不行的，我们只有送礼了。送礼送什么呀？而且我去了，我说什么呀？说什么？什么都不用说呀，把东西往那儿一放。嘿，对，我那儿有个火腿，前几天单位发的，店里卖300多呢，绝对拿得出手。行不行啊？
我这都跟你走了18趟了，你看天都黑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给人送过去的话，人家要睡觉了。哎，不就一个火腿吗？也是啊，那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干掉那么多对手，一火腿能是什么难题啊？嗯，送，哥，去了啊。哎哎哎！不对不对，快走快走走！徐少奶，徐奶奶啊！快！谁？哪个？徐文君。行了，主任，别送了，就到这儿吧。不拿了。少往他胸前看啊！我从来就没敢看过。你晃得那么大，你保证你没看过？没有。哎，不是，你说今儿也是怪我啊，给忘了。姚主任今天是一个人在家，他媳妇带着孩子在郊区读书，平时周末才回来呢。不过幸好你磨叽了半天，这你要是不识相的敲个门，估计火腿没送进去，反倒挨一腿给踢出来。再好的也是个腌肉啊，那比老人的鲜肉啊，一进一出，差别多大呀！是啊，人家都从领导家往外拿礼物了，我们还在送礼。不过说实话，你们行的风气真的挺差的。那怎么着，送还是不送啊？送什么送啊？回去自己吃了。叫我，你记着又不用坐班儿。算了算了，我带你去个地儿。去哪儿？好地儿，快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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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晚了啊，啊，走了。刚才来的路记住了吗？以后你可得自省了。这是哪儿啊？你猜猜。租的房子？不是，我哪有那闲钱租房子呀？那到底是哪儿？我们单位给我分的员工宿舍。真的？啊？哪间哪间？走，带你看看去。有了这小窝啊，以后咱俩就不用打游击了。前两天还骂你们主任呢，今天就分房了。早知道的话，我早点骂了。哎呦，这就是给一巴掌再给一枣。我们刘导啊，就是看我这优秀没评上，分我一宿舍，算是安抚一下我幼小的心灵。来，进来。哎，玉香，我提前跟你说啊，我这宿舍地方可不大，而且是两个人合住的。小张，我同事住这屋，咱俩住里边那屋。没事没事，只要有个屋就行。哎，怎么样，玉香？这房子不算小吧？哎呀，还有煤气罐，你可以开火了。哎，对，床上用品简单我都买了。那这样，咱们买点锅碗瓢盆，晚上就能开火了。500块钱我都取好了。报社发的购物卡2000块。够了，用不上。
做饭的机会。乖，没事，你不用动，我来。我给你。谁呀？哎，我小张。柳儿，你搬过来了？啊，我搬过来了。开门呢？干嘛呢？大白天锁着门。开不了，我跟我女朋友屋里吃饭呢。哦。哎，你女朋友来了呀？咱们四个人凑一桌。打麻将，打麻将，哎，打麻将呗。我不会打麻将，我不喜欢。打打不了，我女朋友不会打麻将。还这样怎么还不会打呢？一教就会。哎，赶紧的，等你，听见了吗？快点啊！哎，走走走，哎，麻将忘了啊！来，快，又来打麻将了。打你头啊！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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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扫兴。喂，哪位啊？我老傅啊。啊，老傅啊，什么事儿啊？上面呢要求我们要搞一个第二梯队的建设，我准备把雨晴给报上去。之前我想听听你是怎么个态度啊？那就报啊，工作上进这是好事儿，我坚决支持啊。你就报吧。有你这句话，那就成了。是啊，你这个闺女是真不错呀，很能干。而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文字功夫也比较扎实，哎，我挺看好他的。这应该的嘛，年轻人是吧？那我就报了啊，挂了。其实想想也挺可悲的，毕业这么多年了，女朋友早早就找好了，哼，但还是跟毛头小伙子似的，满身的青春浓爆，都没快活过。敢说你没快活过？哎，什么时候能说服你爸这老古董让咱俩出来过夜啊？难，我爸现在最重要的方向就是我业务发展这块儿。前两天还写了个60多页的新闻要务，让我背一下来。写的什么呀？没看，一个字都没看。翻一翻，4-5万字，我哪背得住啊？你好歹得尊重点老头吧？哎，我有个主意，我可以申请去记者站值夜班，要求上进。哼，哎，我挺聪明的。我不用在这儿天天值班吧？啊，不用，135我值，你2446来就行。好，哎。我把我家里电话还有我手机写给你啊！哎，行，那写完你就赶紧回去吧。好。那我走了。哎，慢点啊。好。交一颗值千金，看什么书啊？明天再看。哎，看得高兴吗？别看了，别看了啊！哎呀，干什么？你今天疯了？运动一下啊！谁呀？这别接！这不能接，不接！不是，不接，不接，是我爸呢。
喂。喂，您好，是郑记者吗？啊，是我。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您现在能过来一趟吗？你在哪儿啊？在江心岛，化工企业正在放毒呢，居民们跟他们对抗，要出人命了。你等我，我马上过来。过哪儿去啊？我去趟江心岛。不是这么晚了，那我陪你吧。不用。啊！你们这么耽误我们施工了，知不知道？你们干嘛呀？就是不让你们进车。你有胆量，你从我身上压过去。哎，你从我们大伙身上压过去，你敢吗？老太太，你们赶紧起来好吗？不起来是不是？不起，真不起是吧？不起，来，赶紧干，开！我是都市报的记者，有话好好说。我们有话好好说，不动手啊，咱不能动手。小郑啊，你可来了！我们要不是因为有你们，早被他们给欺负死了。就是，那你把我们这造的，你看你把我们这造的像不像个样？哪儿都不要的企业，干嘛要落后我们家属啊？就是呀，郑哥呢？我先说。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施工的，有问题找上面去，好吧？话可不是你这么说的啊！当初来宣传的时候怎么说的啊？这话说得好听啊，只要企业来了，我们全岛的人都有饭吃啊！就是啊，就是啊，那是怎么说的？地给你们了啊，人都到厂子上班了啊，这老的老，小的小，都靠你们吃饭。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有污染？就是，哪有污染？骗人！严重的污染，不吃两年，我们这些人都会得怪病的。就是，你再帮帮我们吧。听说这个有剧毒，这就连生下孩子都三头六臂哪吒像啊！先别在这胡说八道，行不行？大哥，大哥，慢慢说，慢慢说。郑记者，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不怕，可是我们的儿子、孙子怎么办？他们得活呀！就是啊！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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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你们吃饭，我们得活着，关出去！你乡亲们，听我说句话啊，我们要冷静，我们要理智面对这个事情啊，咱们不能打，不能闹，但是这出点意外怎么办啊？你们相信我，都市报一定把这个事情弄得水落石出，给大家一个交代，好不好？刘姐，我查了一下 PC 项目啊，没那么耸人听闻。它这个污染啊是完全可控的，主要是这个施工单位啊，他没有及时给出解释。这岛上的居民呢，又听了这个妖魔化的传闻，才会起冲突的。我是这样，我在稿子里面啊，把 PC 项目啊详细解释了一下，也算科普了一下。你看这个稿子就这么发行不行？我看没什么问题，先发个小新闻吧。好。那我发完以后，我申请一下，实在太困了，我补个觉啊。好的，拜拜。记者都说 PC 项目是定时炸弹，看一下啊，看一下。他傅云鹏搞什么搞？去，你去告诉他，他傅云鹏要是不想干了，让他马上找我来辞职。哎，哎，领导，我来了，我错了，我错了，领导，这全是我的错，我全是我。你搞什么搞？这个 PC 项目是咱们市里招商引资的重头戏，
几个亿的投资啊！咱们市里经过多少轮的艰苦谈判，才从别的省市手里把这个项目夺了回来。现在你们倒好，闷不吭声，就靠几百个字就把我这几个亿的投资给我倒掉了。傅云鹏，你现在的官真是做大了，连稿子都不审，就让这种东西给我上报纸？你过来看看，你看看马路上的人都堵成什么样了，你让我的脸往哪搁？这对面的宾馆里就住着项目的投资人。这个记者叫什么名字？领导，我是主编，这稿子是我看的，我同意发的，板子打我身上，行吧？我是问你记者叫什么名字？郑雨晴。你是怎么带的这个兵啊？记者采访难道不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吗？这是哪个老师教的？啊？题目还要用定时炸弹？新闻采访难道是为了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吗？你以为你是太阳报还是苹果报啊？当时为什么不到政府部门来调研？这事儿你一定要给我查清楚。领导，你别激动，别激动，你血压高，心脏也不好，行，去。稿子我看呐，它就是200个字的一个标题党，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再说了，他回答一些大家的疑问，解释一些问题。他这个定时炸弹后边，他没有用这个什么句号啊，惊叹号。要是那样，他问题严重了。他用的是问号，是定时炸弹吗？他是别啰嗦了。为什么要搞标题党？煽风点火？你手下的记者会不会好好的给我写文章啊？你们是报刊，不是花边新闻，你们是正面的媒体，不是在这搞耸人听闻的博出位。像这种标题，它传达着什么样的舆论导向？是，确实是。这样，我们回去，统一认识，然后，对这个小记者呢，我们好好的批评他。他主要年轻，这个思想可能没归位，我们主要批评教育他，认真的，深刻的批评他。哼，这种素质，是批评教育能够解决问题的吗？他根本不适合当记者，马上给我退回学校去。领导，退不回去了，人家毕业了都一年多了，哪有这个时候再退回去的？你是气糊涂了这？再说了，这个我是主编，责任在我。他呢，年轻人，允许他犯个错误吧。你看，我到现在，我写过多少检查？您手里边大概都有我这么厚一摞检查了。咱们批评教育他，行吗？给个出路。让他深刻认识，我们扒他三层皮啊！不这样，我们绝不罢休。哼，小记者，一颗老鼠屎坏了我的一锅汤，这 PC 项目现在不得不缓建了。傅云鹏，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项目刚刚开始打地基桩，就解决了我500个就业的指标啊！这还只是第一期，整个工程完工需要4期呀、啊！原本这 GDP 的增长全靠它了。可现在这么一缓，哼，还不知道要缓到猴年马月呢。领导，我马上回去。首先，我们领导班子领会领导的这个指示啊，我们深刻的、好好的反省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对他批评，严格的批评，扒他三层皮。他要认识不清楚，我立即把他处理了，把他开除。您看怎么样？那就这样，我看外边还有好多人等着呢，那我就先走了。走了啊。那我们不是说好了？咱们都说好了，你别一走。不行、啊，对不起。行，你就吃一口行吗？晚上我肯定不嫌弃你。就是你，他不是我吃，行行行，你别听了，你吃。走。你好，有什么事情？你好，我们是江心岛居民的代表，我们反对 PC 项目落户江心岛。那化工厂就是定时炸弹，定时炸弹，定时炸弹。大家注意一下，大家不要，大家不要冲动。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向我的领导汇报，请大家相信我。大家先回去好不好？今天不给我们答复，
我们就不回去了。对，我们不回去了。请大家相信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调查什么清楚？都市报记者早就调查清楚了。对 ，PC 项目是定时炸弹，你们政府到底管不管？管管。一个人在家看报纸呢，啊，是看报纸还是发呆呀，孙小鬼？你个混账东西啊！一天干什么了？不接电话？我开会啊，我开会手机不让接呀。周末你开个屁会？老实交代，你到底干什么了？吓我一跳，不就是没接个电话吗？我是不是没有人身自由了？好，我给你自由。你看看这个。不用看，我写的一条小稿子，怎么了？一条稿子，还不算大事儿是吧？郑玉清啊，你说我呕心沥血、扣心挖肝的给你写的那个工作要务，你看过没有啊？啊？新闻工作无小事啊，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对上啊，怎样？对下怎样？对工作、对采访对象都应该怎样？我苦口婆心、面面俱到，你是这个耳朵进去，这耳朵出去了，是不是？你但凡能知道我的半句话，你也不会出这个大事儿。出多大事儿了？不得了了，是不是？一条200字的小稿子，您告诉我出多大事儿？还不叫大事儿啊？你把我脸都丢到市里头去了。我敲断你的腿！我你敲敲敲！行了行了，是，你虚心点听你爸的话就不行吗？你听他的话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啊！不至于怎么了？人家就举着你这个稿子逼政府表态，立即停建工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这里边又没有什么煽动性的字眼，我一直是在解释 PC 无害啊！你还没煽动。这个题目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题目是反问句，反问句句式，修辞手法，你懂不懂？我不懂。你不懂，我告诉你，新闻标题学里面写了，可以用反问句句式。你搞了几年新闻？你又写了几篇新闻报道啊？啊，你以为懂几个术语就能端起新闻这个饭碗了吗？早着呢。我告诉你，郑玉清，明天一早老傅肯定找你谈话。你现在呢，赶快把检讨写出来。递上去。不会，从来就没写过，不会写检讨。你现在就学就练。不学不练。雨晴从来就没写过检讨，你写过，你帮他写。雨晴，就拿笔和纸，你把稿数。拿什么笔和纸啊？谁爱写谁写。神经病，回来就抄着抄着抄着，抄着什么呀？你干什么去？管我！我告诉你，我写检讨比你写的新闻稿子都多，你还不谦虚了你？那你走江湖都那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啊？那没写过检讨的记者，那都不算是记者。今天女儿写检讨了，那就证明她把这个饭碗捧在手上了，对啊。行了，你这个女儿跟你一样一屁三谎。我怎么一屁三谎了？我什么时候撒过谎了？你什么时候没撒谎啊？要说撒谎，谁能比得过你呀？啊，张口就来。那你年轻的时候，你不也常说啊，我晚上有采访，完了夜不归宿，跟那个谁？闭上你的嘴！我就说，你来一个。听说郑玉清的事儿了吗？啊，听说了，老大。我看小郑呢还是挺优秀的，这次啊也是被收拾了，新闻部就少了员大将了。哎，我跟你说，老姚，他的这次事儿可是真闹大了啊！就算他老爸是社长，也肯定跑不了他了。嗯、来了，玉清。干嘛呀？弄得跟检阅似的。没事儿，没事儿。听说了吗？你那稿子的事情闹大了。这有什么闹大的？我一200字的小稿子，我被人拿着当枪使，那我能怎么办？反正都在传呢，说老傅可能得下课。你别吓我，真的。
这俩字删了。嗯嗯嗯，别的还行。嗯，行。姐，我会倒霉不？什么倒霉不倒霉的？倒霉也轮不着你啊！你上头有我，我上头有老傅。那老傅会骂我吗？他骂你反倒没事了。没事，赶紧回家去检查去吧。啊，你急也急不出活来呀。我不信，我不会信，我也不知道我错呢。嘿，领导说你错你就错了，想不通错就更大了。别跟这儿杵着了，赶紧回家写检查吧。我这儿也要写呢。你也要写啊？嗯。对不起啊，拖累你了。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啊，夜班你也别惦记了，回家去啊。浩成，有没有空？你吃个饭去吧。今儿不巧，我女朋友陪我来了，改天吧。那改天吧，回头我请你啊。好，再见啊。嗯，喝口水吧。今儿不用值夜班啊？不用，被停职了。他不让我去上班了。为什么呀？一点破事搞得满城风雨，自己工作没到位，说我稿子有问题。什么稿子？我不是写了一篇江心岛化工项目的稿子吗？那稿子你写的呀？啊。哎呦，那你可真闯祸了。这项目的贷款是我们行发的，现在这个项目已经缓建了，贷款也不放了。领导得恨死你！我说你这人办事怎么没轻没重啊？什么我没轻没重？我天天写稿子，我哪知道哪篇稿子会踩到雷啊？我是据实报道，挑不出我的错，说我题目有问题，我题目能犯什么错？你不知道，就这个项目，好几个省就是这个原因，迟迟都上不了马。咱们现在是吸取人家的教训，先悄悄干起来再说。你倒可好，人刚把一坑就给堵上了，你说你作为一喉舌，怎么不配合人家工作啊？我怎么配合呀？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哪个能报哪个不能报？拜托以后这样好不好，给我写个新闻提示，能报不能报提前告诉我一声，别我写过去了你跟我说我踩着雷了，我冤大头啊。哎呀，看你气的，别气别气，来来，气气消气。气什么气？别检查呢。别检查呢，我还以为别大便呢，别是。我还不如那个呢，人家是有货拉不出，我是没货要硬拉，又没犯错，我怎么写？倔强的镜子前耍帅，厌倦了等命运安排，是什么是什么将人打败？是什么在孤独中徘徊？昨天那坚持都还在，失去了最初的痛快。是什么让人分开？是什么值得崇拜？是什么被时间留下来？等待。